大家好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测试的，是通过植物感知湿度变化，然后控制这个动画变化。好，首先我手里拿的是一块，矿泉水，对，可以喷出来。好，我开始动作。我对着这个植物喷一下，大家看屏幕变化。哎，没喷到，不好意思啊，第二次。哎，好，大家看到了。对，然后我再喷一下试一下。喷植物。OK。哎，又没喷着，一个人不好喷啊。我要喷。哎，好，大家看着了，目前就是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再看第二段录像。OK， 好吧。